在八里区的龟马山真庆宫，在中原普渡了后，捐赠5000斤的白米，甲真济民生用品，予新北市政府的食物银行，由社会局副局长吕春平代表接收。今麦是旧历7月份，在八里区的龟马山真庆宫，马姓家举办中原普渡。上可贵的是，今年庙方再度响应食物银行，捐赠白米以及真济民生物资包，配合响应新北市政府哈食物银行这么一个好的活动，所以我们也把我们的一些物资也透过新北市政府食物银行这边啊，能够发放给一些需要的人，来广结善缘，也符合我们玄天上帝信仰啊，所谓修真悟道，普惠众生。他们不仅在于这个普渡的这个时候有捐赠各项的物资哦，平常在地方上也是热心公益，对一些需要协助帮忙的，我们真庆宫的所有团队哈，在主委的带领之下，都非常热心的来协助哦。我们非常感谢真庆宫为我们地方的付出哦。这款用品由社会局副局长吕春平代表接收，会赠送给新北市绿色机关甲家庭。这些民生用品包括油、盐、米条等等，相当的实用。因为他们去年的物资已经很棒了，一大袋了，然后今年是更棒，而且他们更结合一些企业的捐赠，然后他们的东西更多样化，那真的也是更响应我们食物银行，不只是现金，而且还有很多物资，然后就那个接受的帮助的交互来讲的话，他们是更实际的哈。那我觉得这样是很棒，那还是真的是谢谢真庆宫所有的信徒、所有的李监事们，谢谢。社会局代表受赠单位甲家庭，感谢龟马山真庆宫为101年开始就连续参加食物银行活动，会后社会局嘛颁证感谢证，感谢庙方甲信徒大大支持。记者彭建凯、林金如、八里场报道。